Ni hao. Welcome to New Zealand Chinese Language Week. 我叫罗伊，我来自惠灵顿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2017年在上海开始了学中文。我为什么要学习中文的原因，一是我想要挑战自己，二是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。学习中文最棒的地方就是能够听得懂和看得懂一个很陌生的语言。掌握中文的过程非常艰苦，所以我珍惜我现在的成就。做今年的 Mandarin Superstar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，我希望我在未来受到更多的机会。你如果要学习中文，我为你祝福，给你我绝对的支持。还重要是你记得，掌握中文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时间还有耐心。我最喜欢的中文剧就是我们一起睡懒觉，我们一起猫猫猫。我为什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在我心中有非常深刻的意义。